师承叶问，汇集众家所长，另辟蹊径，中登武学高峰。截拳道不是一种门派，而是一种思想。他是神话，他是巨人，他是李小龙。没有人可以打败李小龙。陈国坤，我的目的就是把武术还原它的本质，格斗。李小龙传奇，未来娱乐台强档上映。